巧笑回首，翩若惊鸿影，明蟒微起，宛如月下宫。后山林深处，静候佳人。仗剑英姿，威风扫八面；策马扬鞭，霸气荡九州。后山林深处，静候郎君。你们俩啊，分别把这封信一副交给楚楚，一副交给韩少君。记住，千万不让别人知道这是我写的。啊，明白。那就让剧情来得更猛烈一些吧。秦定威猛山，翩若惊鸿。他约我在后山相见。二郡主为何约您在后山相见？仗剑英姿，难道他是想约我？笑，大声笑啊！这才是偶像剧的正确打开方式，太养眼了。二郡主，少君约我此次前来，是为了……二郡主，出招吧。出招？既然提到仗剑英姿，想必是教皇司一战二郡主未能尽兴，正好借此机会我们再次切磋，剿匪一役当前，倒也应景。比试？不是，这不是约会吗？教皇司切磋，原来是我理解错了。不是你理解错，是韩硕他理解错。他，二郡主，出招！无妨无妨无妨，这个男女主角练剑也能擦出火花，比武嘛，就你来我往，至少得有点身体接触。随之呼声轻松。我就说嘛。就要变成武侠剧了，你让着他呀，跟女孩子比武，你怎么那么狠呢？不是，
我怎么？是小人一时失察，请三公主责罚。什么人？出来！啊，我。我，哎，芊芊，你，我途经此处，偶然，不小心，无意间，你就看见你跟二姐在这儿切磋，然后我就悄咪咪不让你们发现的躲起来，然后看了一会儿，少君。打的可真是英勇潇洒啊，二姐，辛苦了。嗯，你们俩打的这一番就特别的棋逢对手，不分上下，难分伯仲，势均力敌。好，天作之合，天作之合，郎才女貌。我哪跟他棋逢对手？我刚才明明赢了。原来少君约我在此处见面。就是为了让人看我笑话的。不是的，二姐没看着二姐。我刚才打的火不火？火。哎，那边好。听不出来我在给你台阶下啊？楚楚天之娇女被你搞得这么狼狈，回去多难受啊！既然是切磋，那如果我退让的话，那就是对二郡主的不尊重。那你的意思是我要是不出来拦着你，还要往死里打了？既然是切磋，那当然是点到为止，不会出人命的。况且她是你姐姐，我明白了，你是在怪我下手。怪我？怪我给了你这个一根筋的人设。你这种人啊，基本上是告别偶像剧。不是，告别什么？少城主，哎呀，等等我。哎，少君，我们花园城有句话，冰清玉洁，守身自爱，是男人最好的嫁妆。往后行事还请谨慎些，恪守夫德，少惹三公主生气吧。我，哎，少君苏氏迎客什么意思？可能是说，哦，芊芊误会我与二郡主私会，看来我带她来剿匪，果然是明智之举啊。她竟为我心生醋意。